可以吗？请加好。降咪叫降咪。连起来的，那个声瑞要声很长的瑞，发咪瑞咪，勾要控制好的勾。靠紧收。四指它不可能空弦嘛，发喜瑞发了。喜瑞是上弓，没有要生发，不要慢太多嘛，没有要生收，看指头，看指头，再次，紧咪，深瑞，你注意功法，一指伸收要伸收，注意你的功法的意思，叫看功法的意思啊。瑞咪手很简单。收拉收是一指伸收，一指收二指伸拉打开，三指吸靠紧，
太高了，伸缩往后勾。伸哆要伸很长的哆。咪啦不是咪手，中间那段再次，空标回来，你把那个中间的项链拿弄好，好不好？这样一压到它，你怎么可能拉得好呢？放旁边啦，拉到旁边去啊，不是拿下来的意思。对啦，每次这边都错哎，什么错你知道吗？功法错了，再一次咪瑞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拿大声一点，把美音符拿清楚大声，没有大声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就是一直拿就是错，再一次。你有大声吗？我说声瑞要声瑞，弓不要歪掉。西哆，再次西哆西手，你们一直都搞不清楚。快点啦，靠紧刀打开，瑞是下弓瑞，咪是上弓咪，下弓瑞的意思叫下弓瑞，升瑞下弓瑞。Thank you.
要慢，不要慢的意思是不要慢嘛。升哆要升哆，再次，升哆要升哆。拉的大家可以用空弦吗？太高了。太低了，拉太低了，你有没有看你的指头？